今天到附近的教堂看一下。今天是旧金山的2018年12月23日啊，23日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2天之后就是圣诞节，所以想去附近的教堂看一下这边的圣诞节的之前的教堂是什么样子啊，大家看一下。今天星期天嘛，星期天教堂上午呢应该是有这样的礼拜的这样的活动是吧？大家去看一下。现在也有点晚啊，现在已经是11点多点了，所以要快一点去，加快速度。一般教堂应该是在上午10点可能就应该开始活动了，是吧？一般应该是这样。现在是红灯。现在可以了。要加快速度，因为有点晚了，今天起得比较晚。这是圣诞节前夕，再有2天就过圣诞节了。今天牵3条狗。幸福的狗狗。树叶掉了不少了，树叶黄了。快跑，快跑！这个教堂有点现代化气息，不是那种传统的尖脊教堂，它是一个像大厅一样。它的顶棚是透明的，我是习惯性迟到啊。这个教堂，它那个顶这就到了，是这样的顶，不是那种尖顶的，里面有那种大屏幕。Thank you.